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的地产经纪阿伦。尔湾目前在开发的独栋三层别墅在哪里？就在尔湾大公园 Solis Park 小区。那我现在身后呢，这个三层的独栋呢是三房3.5浴，2669尺，起价170万起。那这个楼盘呢，它地处尔湾的 Solis Park 的公园。Solis Park 是最新开发的一个小区。而且这个小区里面呢，现在这个学校呢就是 Solis Park School， 从 K 到八年级都已经开始入学了。这个学校也是很多的家长们共同期待已久的一所学校，终于开始入学了。那它的高中呢就是波特拉 High School， 非常知名的用重金打造的一所学校。那这个楼盘呢，一楼呢是有一个比较宽敞的一个院子啊，那这个因为在 corner 靠边啊，靠边了，那个院子还比较大啊，可以摆放 barbecue 啊，可以摆放一些椅子啊、沙发呀，晚上可以在这乘凉，都可以的。进门呢就是一个宽敞的厨房和客厅。电视一边进行交流，餐厅是在刚进门的位置，空间比较大。一楼有一个客位，二楼呢右侧是一个 loft， 这 loft 呢可以当自己的 office。来学习都很方便。里面呢是一个大主卧，大主卫，这是流行的设计。二楼有一个独立的露台，这边户就是这么方便，实在是方便。不光是占地面积大，而且景观会很好，不受周边的邻居干扰，看着景观也就是无敌了啊。心情会非常的好。第三个房间，对面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建设呢。洗衣房共用的卫生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三楼。三楼是一个大的 loft， 这儿还布置了一个可以工作用的一个小书台。能到三楼这个 loft 来休息的，一定是自己家的人了。从三楼的平台看出去的话，那才叫惬意。
工人干活干累了，在屋顶上两个人就开始休息了。这就是三层的大别墅，位于尔湾大公园 Solace Park 这个社区，面积是2669尺，现在的起价170万起。那您喜欢这种三层的大别墅吗？如果你想有那种举高望远的感觉的话，这个户型是您的选择了。